没有乌龟是不是 ？RPG 够吗？没乌龟。RPG 我这边有40个要拿吗？穿着乌龟过来不行，穿着乌龟吧。这个不穿乌龟打不了。对着海岸那边。好，那你赶快跑过来吧。我们这边有3个。你们在白光是不是 ？B。我们。对。回去吧，走吧。等一下、啊。我把。我捡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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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捡
他家里应该有讲他的营造啊，肯定有的。啊？这个家取个乌龟进来，好，成功看。那你要不要子弹？有。没有，全部都。我这边，我这边有四颗弹药。哪里破了？有那个迅猛龙，迅猛龙。欸、来打迅猛龙，迅猛龙，快点！阿诺，近战武器，捅他！你家那里没有？没有带矛啊。阿诺有啊，就是有才叫他打。你家那里呢？叫人家丢一只矛给你。啊？在我们旁边而已啊。没有了。你家那里呢？有没有家那里？里面没有是不是？我进来了。阿诺，你帮我扛下子弹，我把我的矛给捡回来，沙龙给捡回来。那个安，那个安，什么颜色的？你出去，扛子弹，出去。我来，我来。扛子弹，有口子没有？来来，我来飞上去，我来飞上去。有一只熊。完。嘿，那只熊要打我们。哎、欸，把他卡，他赢过来，然后他要卡住的话，就把他捅。哎、欸、哎。一龙的，来来上来给我。双击龙，双击龙。哎、欸，完了，这边起不了。你跟我走，跟我走，往前走。你就一直对着他射就好了。射里面，往里面 C， 翼龙往里面 C。起翼龙 C。阿诺交给你的铁矛啊，童子弹。我的火箭筒快坏了。那换一个。这里。把那个蓝的给他，蓝的给他，那个穿坏的。有。啊靠！我死了。来捡我尸体。这加特林一定要拆掉。一个还是好几个？在后面那炸，快点！在后面，你看到这几只狼，这几狼。把加特他们家加特人全断电了，就好解决。我要等三分钟啊！不，咬龙，你要死！差点被他咬。床已经不够重生了。拿毛捅狼，捅那个狼，快点！下次找个。听到这是什么？请唯一吗？我们俩还在一个地方。今天吃爆了，把那个加上你炸掉。买到一把你加的，然后咋走？哇操！装死啊！宝，我进来了，我进来。好卡啊！不要打我。这么少，已经没了，30颗这样就没了。别在一起打，别在一起，别在一起。我怎么一直在？别在一起。靠，里面还有十人发。大比几六个。竹子没有，别动别动，马上把东西捡了。那霸王龙在那里打不到。我在这个洞门口，快来捡一下，我身上有碎弹。死了。对，从刚进来的时候，我就进来打不到。你给我发一点，等一下，别进了。一发子弹能打吗？他从外面头伸进来的。还是我稳进来了。你死了。
也被加特林打了，我靠！我跳起来了，卡的。哼！我卡的直接飞出来了。我操！看人家A8无限的杀人家的龙。上面。有梯子，先爬上去看一下。有梯子。哎呀，应该那边炸的。哎呀。 我直接把他电线塞了，我吸了把他电线塞了。不是，没用啊。他线盒在下面啊，没有。电线塞了线盒怎么了？那A8怎么死？下面包了一个发电机嘛，线盒在上面，有电线管。操你大！那个边，哎，那个甲龙会打人哦。 有睡袋的先别复活床了呗，我都十分钟没复活床了啊！就把发电机关了。哦，好了，行了，耶耶耶！直接进来吧，都进来吧，安全。可以进去了。 可以可以，到处跑。我死的四五十回，你跟我说一句啊！发电机爆个安全了。下次把那些龙处理掉，反正下次要打要先那个。等我到再想好吗？没有，哎，有没有办法修一下火箭筒？把这个龙杀了。好卡。哎呀，把这桶都杀了。江晨。 一会儿还有今天加工时呢，别忘了。还有那什么，他家你忘了，森林里还有一个子弹不够啊。谁把这孔丘杀了？把炼铁来啊，把铁甲修一下。有铁吗？可以捡。没铁，没铁，没铁。这是蓝色边。他们这个楼上应该有东西吧？这是龙房啊。 楼上，不，这不是。我说的是二楼的。我说的是这边的楼上。对，那加特林那有二楼的。那边，加特林这边楼上。这边地板炸地板。哎，上面来上面，那走上去那边地板把它炸。谁手有毛？谁有毛？啊，谁？我感觉这把火龙是好玩。汽油会拿走。有没有办法做套做切衣服啊？看一下材料够不够。别啊，是谁啊？搓着搓着就要。捅一龙，太差了。放在沙上，然后丢。不是江晨，我把一龙骑进来了，然后怎么过去啊？咋的？哈哈，你在捅着干什么？捅风神，捅风神。 封神啊，A8捅到我，我们去捅封神，走，不要捅那个小东西，封神的平台很重要。 RPG 在哪里啊？我捅他的龟头。捅头最快了，还没捅头。我不知道啊，他头很高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在打甲龙。我连装猴都要杀了，就知道我多残忍了吧？这变态。可以了吧？可以了吧？ 我们很好的，我们留一个工业熔炉给他们。哎，汽油要拿吗？公开来吧。22颗，封得开。在 A 八那边22颗。你想拿可以。RPG我在哪里？谁那里？RPG 嘞？我操，这个 A 八，我们要出去外面拔石，然后我们才有办法炸包冰箱。 就那个保险柜后面的神华不拔的话炸不了。好，我来拔。A8，你快去拔。那一起去拔，里面的化肥拔掉就行了。冲人海战，我死掉。一起冲，反正死了还有可以捡，但是拔了就行了。哎，一箭全拿就行了。全部拿走，他马上就化了。好，拿了，拔了。嗯，把我装备捡了，炸那个保险。 他家伙这水无声了，我都没看着。哎，还有石头缸。小宝就差点把他扔了，一个不剩。方方面面的给他杀的干干净净。哪里？
这边，这个我来拔了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有一次翼龙已经有开进去啊，你进去就有。没有，没看见，没看见翼龙。这边，我这边。你前面然后在那个，在这里啊。你过头了。的包包了，你拿炸那个保险柜，马上我把这个龙杀了啊！一两层，没事啊，我这桶子剩六层血，这上面有人，这上面不要上去，上面不是休息，上面没东西啊。你多少级的鲨鱼啊？应该没有了，还没有。怎么安呢？看我在这边看猫，我来也在咬我。啊，这是几级的？完了，不中了。第一龙东西拿一下，哇，这么多龙，又拿掉了，还中了。保险柜的东西应该是。保险柜，给你的保险柜。我操！我要在回血吗？要晕走啊，让我没东西了，里面没有都化肥啊，我全捡了，给我穿装备的话还剩下给你们穿，有没有下来啊？下来啊，好爽吧，炸的没，要炸的没。你停，燕南城。嗯。你就停到边上嘛。你停到边上，等一下炸了保险柜，这边就炸开了。哦。要炸哪边？不是炸那个安全的。A 八还要不？直接炸这个就好了嘛。给你炸。别动了，别动了，翼龙走开，好，炸吧炸。给你们炸。啊！翼龙走开。丢地上，啊你快点。一下三千。嗯，小猪，一下三千，白光。等一下，我现在画面看不清楚。家里还有桶子吗？我去带下线啊。关注上还有桶子吗？我是没了。怎么炸错炸到地基了？来，旗帜翼龙，龙把人丢回去。我操！三杀，漂亮。我看一下。还有一份 kill， 火箭不是不够吗？一分钟变拿东西，对，过去就好了。在这里等关注吧。我来，我看看你这里面有什么。绕过去就好了，那边又没做。好，拜拜，你船到了吗？他已经负重了，他身上有桶子，你要不要帮他捡一下？那只宝，你捡吗？在这里，我的吗？这包你的，藏水里吧。那就藏起来就好。我把电工来了，就在太空房那样。你等会儿啊。你有没有东西？你这样我们是要卸货的。不是我的，你叼错了。你起来 ，A 八你过来点，阿良起来。好了，我来了，我要饿死了，给点东西我吃。没东西。你把前面这块石头。来了，在哪里？来了，在保险柜这。好卡！你有睡袋没有？我给你刷个复活。不敲，敲一下，把我们的烟。你有睡袋没有？没有。你有弹药是吧？我走了。不够。你先炸。还有一个石头，我再敲。你先炸。咬不到你。好，走，什么？你打到我？操，我也是打了一个。我就把那朵花拔掉去，等一下。掉线了，黑八，你眼睛掉线了。你赢了吗？
你给他往前加，你给他往左里，但是变比往右面那个右手边合一个也一把。还有多少？还有一万多啊！我也快死了，兄弟！哇，也太多发！来了，惊喜！妈的，骗人的呀！ 啊，没有，好多好多子弹啊！红色的散弹枪，电击半图纸。我操！哇，黄色的潜水衣，我操！哇，黄色的潜水衣不错不错。哎，还有桶子，叶阳城拿桶子。干嘛的？周先生，快快快，周先生快来拿！哇，好多东西！雷龙平台上黄色的。 快点拿，我已经负重了，赶快来！哎哎，拿去上面的那个箱子放，上面的那个铁匠台放。好多好多珍珠啊！来帮忙捡，快来捡，快来捡！我捡不了，好卡呀！那边什么？捡一下，带那个。叶老师看一波有没有好东西。一些红色的。 好强，这么慢！看名字嘛，看你名字，还有那个嘛，这个犯规啊！我也知道了。你等一下，把部落的名字改一下。不是，我现在在农场需要一个人，这边好多有没有火箭？我们一定要开车，你没有弹药了吗？九点要出发。啊。 我已经换了，你不要给我熬夜啊！那就没办法。我要火箭，我需要把那霸王龙杀死。我需要把那个翼龙杀死。我需要把那个。太马后炮，以后还要来。这么多弹，竟然没有石料啊！那下面有箱子，你来捡。 打，下，没普通，把我龙砍掉。霸王龙脚下回夜。我看到了，我把他踩死了，他打我。我勾引着他。快点，快点看，要没时间了。这东西也差不多。体验一下抄家的乐趣。 下一次抄家会更好。往上都有钱，有了吗？哇，那就没机会了。